这老小子胆还挺大，会会他。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啊！我昨天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动！谁跟我打爆他的头？都别动！谁敢跟我打爆他的头？兄弟问候你，最好你亲口告诉他苏明远的尸首我已经拉走了。谁把尸体交给他们的？啊！
谁？老二、老三，今天我带儿子来跟你们一起喝酒。父亲，爹，我把你们葬在一起，等到了下边，你们还可以继续当兄弟。儿子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，啊！这是以后的事，谁走在前面，还不一定。哎，不许这么说啊！你得好好活着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你去办。那你呢？我已经活得够久了，没什么意思了。爸，说句实话，过去那么多事情，你后悔过吗？说实话，我宁宝林这一辈子除了做过汉奸，没保护好你娘，真没有什么事儿让我后悔。对了，明天你一定要小心江曼若，她是军统的人。这我知道，不然老二也不会知道我们帮里那么多的秘密，全因为他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天津站的站长了，投靠了季明宇。季明宇现在的目标是整个天津，连日本人现在都是他的跳板。你会让他得逞吗？当然不会。好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这句话。我会记住。小姐，你不能出去啊。小姐，您不能出去。我去趟院子也不可以啊。老爷吩咐的。真没想到啊，咱爷儿俩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坐下来聊聊天儿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我这
我的电话。喂。明天是青龙会的传位大礼，老爷，怎么还待在这儿啊？老爷，您别轰我们走啊！是死是活，我们一块陪着您。是啊，老爷，陪着您，老爷。老索，你儿子的事儿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老爷，您别这么说，他没给我们老索家丢脸，他这么个走法，不寒碜。要是你儿子还活着的话，说不定啊，咱们俩还能成为亲家。哎，怪就怪他没这个福分。老索，我再求你个事儿，你给大家带个头，去找一个好去处。老爷，我跟着您大半辈子了，都把这儿当家了，你让我们出去，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啊！是啊，老爷，不知道去哪儿啊！我不是想赶你们走，可这地方，那已经是个不祥之地了。如果你们留下来，恐怕会连累到你们的。老爷，我们不怕，是大不了跟他们拼命。不怕。你们真的不想走吗？真的不想走啊！那行。那你们就留下来吧。好了，可以留下来。等等，可是我得说清楚，万一我死了，这儿你们就是这儿的主人。那怎么行啊？不行啊，老爷，不行也得行，谁不答应我，我现在把他轰出去。这，就这么着吧。报，纪晓楠在哪儿？报主，纪晓楠在香堂等着呢，赶紧过去吧。老爷，
八一苏明远，你应该认识。何小天，是我师父。何杏儿，是我的师妹。她就是宁武元的亲生母亲。是的。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可是他们全都是被你爸害死的。他们都是我爸爸害的。他没有亲手杀人，可有时候杀人不需要自己动手。我不明白。是啊，你不明白，因为你还年轻。所有的事儿都应该是从你爸爸看上我师妹开始。你是说我爸爸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？这件事儿已经隐瞒了很多年了，要不是死了那么多的年轻人，恐怕这件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说出来。你能告诉我，我爸爸对你师妹做了什么吗？有些事情我根本不想再提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宁宝林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师妹杏儿的事。可惜她死得太早，死得太冤，这都是你爸造成的。我爸爸侵犯了她。我和杏儿从来没成过亲。那你说，你爸是不是该死？老实说，就算把你爸给杀了，都得便宜他。所以今天宁叔叔想杀我，也想让我爸爸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你很聪明，可惜啊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纪明宇的女儿？我死可以，可我有一个请求，在我死之前能不能见宁武元一面？见他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就算杀了你，也解不开我心里面的恨。我要留着你，我要用你去换回我的女儿。少爷，少爷，向南，帮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武元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
说吧，你跟那个宁帮主熟吗？为什么要问这个呢？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事情。他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多，你可以去问五元。我就是要问他妈妈杏儿的事情，我怕我一问他，你怕他接受不了是吗？我总有一种预感，我跟五元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发生太多的事了吧。其实有关杏儿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杏儿是宁宝林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只可惜她生了五元之后就去世了。那五元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谁吗？她不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谁，她只知道害死杏儿的就是那个人。我和杏儿从没成过亲，所有的事都应该从你爸看上我师妹开始。小南，小南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出去走走。纪晓楠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难道宁武元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吗？厅长，这身衣服真精神，这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人同时掌握过青龙帮和警察厅啊，您可是头一号啊。厅长，我觉得青龙帮的人手太多了，如果我是宁武元的话，我一定会挑这天动手。不是给你派人手了？但是厅长，有人把这个贴在了门口。谁干的？门口的兄弟说没看见什么人贴的。厅长，这不是宁武元的风格。这是张雄的字，我认得。厅长，我今天不跟您去行吗？去抓他。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将军，恭喜你，你的计划终于实现了，天津黑白两道从今天开始合二为一了。那这也是你的大事啊。没错，这是咱们共同的大事。请。装个小地主，你偏要这个戴眼镜的。哎呦，戴眼镜的有学问。去小白楼。哎，好嘞。妈，你慢点。季厅长，季厅长，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
季帮主，季帮主，季帮主，二位长老忠勇可嘉，金门人今后绝不会亏待二位。哎呦，看您说的，我们这兄弟啊也跟着您沾光了。您看我们这青龙帮今天呀、啊、也风光了，您看这儿啊也比原来阔气多了。嗯，里面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帮主上位了。行，请，请，请。厅长，厅长，令武元露面了。令武元啊，把这事全权交给李秋成处理。是，要记着，一定要给我抓后果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知道了，厅长，请，请。科长，聂永元呢？我们跟丢了。你这个笨蛋，人都盯不住。李科长，聂永元又出现了。宁宝林怎么还没到啊？那不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典礼结束，就要了他的命。
不大对劲儿啊。把那个丫头带过来。是是。宝林，你怎么不跟我现查呢？哥，李修成，你也太卑鄙了吧！把我妹妹放开！放你妹妹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今天带我绕这一大圈是干嘛呢？你是不是你在偷运军火？不知道你也有今天啊！哎，咱俩斗来斗去，斗了这么多年，想不到吧？最后还是你输了。你高兴得太早了吧？叶海山